放低枪，放低枪。高志伟杀咗王国柱，佢手上面嗰支就系王国柱嘅枪，佢自己嗰支喺南亚人手上边，佢杀咗个南亚人，攞翻啲枪就会杀埋你。同我，你亲自对个 arms in special record， 对我支枪嘅 number， 冇错。佢改过 record， 你唔系差点冇有枪？系咪个神探攞咗你支枪？你嘅知边个 ？He killed a man in the forest。你杀咗阿柱，攞咗阿柱支枪去打劫。你攞住个字。还有狙击枪。He killed a man in the forest! 而家怀疑你谋杀警员王国柱，以及当时系行劫同谋杀。放低枪，你开枪就同其他人冇分别。我都是人，点解有分别？我哋破咗案啦，先打俾 Gigi， 再谂下点砌个故仔。
喂，芝芝，我攞翻支枪，仲破咗案，但系出咗少少事，我开过你支枪，所以你一定要喺现场。而家即刻嚟万里大厦6楼，记住唔好俾人知道。